看他泡屁股下巴，屁股下巴，吸血鬼的证件照。觉得海关一定要赶快给他通关，不然海关也会害怕。采访你老婆变得好可怕。对啊，我也都不敢过去。他咬我，他只是碰一下，他就是咬。喜欢你的新老婆吗？超辣的，哦哟，多像那个保养品的那个你知道，放在外面的 LED 跟板，我都会觉得这样。来看是什么品牌都可以的，这双真的很赞，妹妹，好红啊，妹妹，你相信吗？这么老，哇，讨厌哦，超模超模，你看有没有，这个 CD 页面都可以用，我要当发行者，有没有有没有？各位观众，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角度吗？这种就是你坐着，老子在上面站着的照片。所以呢？怎么可以穿这样，然后做刚刚那个吃人的表？紧张，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声音不好。刚唱完之后有点沙哑了，你有这样觉得？我还没唱完才沙哑了，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漂亮。兔兔呢？你现在紧张吗？剩半小时咯。紧张，不要提起这件事情，手都抖了。而且我现在很饿，刚好可以来吃一波，补充体力。对，来华园的盐之花风味的，我们来试试看。其实我一直有猜。这个的障碍，不太会开。哎，我跟你讲，我最喜欢盐口味的，我知道还是要给你吃，给我自己吃。咬断，嗯，好，嗯，好吃，嗯，真的很好吃的，所以我会选择那种口味。你想吃什么？这是什么？华园的口香，芝士脆风味，打开，它有一个虾味经典的，我们来试试看。真的很好吃的，这一种随手包，现在对30岁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就有时候你会想吃零食，但是又不想要吃太多，这种就非常非常合适。不喜欢那种以口为单位的那一种东西，就对。然后分量又不会太多，吃的不会。哎呀，再来就是丹尼船长的迷你花小帽，打开，手巧，盐味，焦糖味，好，为大家品尝一口焦糖。它不会太甜了，但是有焦糖香。这个我觉得应该不会胃食道逆流，所以30岁以上可以吃。其实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吃爆米花的人，所以如果让我可以一口吃一口吃爆米花，都很好吃。你达表示想吃。对啊，可以吗？决定给你，给你。我最爱吃爆米花了，真的、哦。嗯，咸甜咸甜的味道。这个真的是一边追剧一边吃，是不是？我要不然吃完了。该喝点东西了，我们会有公司，这是我们赞助厂商老虎牙齿。我妈小时候最爱买这个给我喝，我妈不愿意买那个其他的汽水啊什么的。这块老虎牙齿它是有决明子在里面的，决明有氧，机能气泡，白葡萄柚果味，如何？它不让我喝那个什么。好啦好啦，等你喝够吗？生产案，好喝。我刚在前面的时候喝个水，啪！大家看到了，吓死了。他立刻很慌张，说：“卫生纸在哪？卫生纸在哪？”好啦，谢谢我们的赞助厂商，谢谢华园，谢谢丹尼船长，谢谢老虎牙子。
这一段经典桥段了。好，那麦给你。那我要说什么？你要说我来，我来帮你绑倒带。音乐帮我放大声一点。这个哈，哇！等一下，你们有看到人吗？你们看到两个人吗？那个意象可能要借他穿过。你们有想过我连倒带都不会绑吗？你要被绑了吗？他很想要哎、欸，尺度好大哦！倒带，你要不要说些话？被绑很开心，谢谢。对他很开心，你有礼貌的倒带有吗？我也是盲绑、欸，你绑的不好哎、欸！你不要管我，这才是正。掉下去。我们在彩排的时候，我就说哦，这活动可以摆在前面吗？是什么活动啊？这是我们的联谊活动，没错，帮大家准备的。先问一下兔郎，怎么会有想要办联谊的这个想法哇？因为现在呢，大家就是很常在跟我们说，他们找不到另一半啊什么的。那我们今天就是在哪？对啊，那今天就是把大家齐聚一堂。之前我们在影片里有讲到，就是把橘子通通放到一个篮子里。你们都是橘子，你们都是橘子，你们现在就来挑橘子好吗？嗯，这就是温说的，你们两个就今天的人间月老是关卡一，互相对对方做出一个自己认为最有魅力的动作或表情。来来来，我让示范组示范组兔爷示范一下给各位看。这我要对谁做啊？当然是对我啊。哦。那对谁？ Oh, 哇，好严格哦！ Oh, 可以哦。那换狼呢？换狼做一个，做一个、啊，三二一，哇！壁咚壁咚，哇！就这样，好，接下来看你们各位表现喽。三二一，请选择。哇哇、欸、哇！有三队配对成三队。他们在迪卡的时候的 po 文，我就开始追他们到现在。哇哇！我就一路看到现在，终于今天第一次看到本人。今年最大的生日愿望就是能见到兔女郎。很谢谢他们办了这一场见面会。那我今天能够从高雄特地上来台北看他们本人，谢谢，好感人哦！啊，希望等一下也可以跟他们合照到，好，没问题，谢谢，生日希望你今天玩开心。那我们大家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兔女郎，换装后的，换装后的。你们这次的主题定叫返校日，我们其实一直在想，两个人的感情其实最滋养个人的部分就是在你的过去，才会有今天完整的我们能够相遇，所以说我们想要把过去的一些自己呈现给大家看这样。那你们从D卡一路到现在，你们的心境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觉得我们相遇在一个开始自己工作一阵子，然后可以不用依靠家人，然后可以给自己买一些好的啊，出去玩的那个时候，就开始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对，那个时候其实是蛮轻松的。但是到现在，我们自己组成家庭啊，就是真的完全独立搬出来，然后甚至到准备要进到下一个阶段，我觉得要说不一样的话，就是比较多的责任。你们是看我们成长
对啊，而且是在一个剧烈成长的时期，就是你们都在，好感人哦，感觉你快哭嘞，好想哭哦。那如果请你们现在就是给可能在念书或是刚出社会的公主们一些建议，大家。当然我觉得人生一定会有压力，可能来自家庭或者是社会或是经济的压力，但只要允许然后不要去干扰到别人的情况下，就是希望你们可以尽情的做自己能力所及想做的所有事情，因为有时候如果再回想到年轻应该做什么的时候就会比较可惜。兔兔有吗？我忘了题目了。其实很多人在问我们有关出柜的问题，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因为常常我们觉得你好像把感情放在比你自己前面，就是有的时候最坏的时候不是真的很坏的时候，而是才是你蜕变的时候这样子。所以回到你自己，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我觉得这都比一切还重要，你才会有后面的东西。太深奥了吗？学姐讲话很受用，真的吗？可以。我是从你们去花莲那一支影片，虽然比较后面，但是后面我又把你们所有的影片再看过一次，让我知道我自己是谁，就是一直很迷茫，然后也不敢面对自己的形象。那是到后来追到兔女郎之后，我才勇敢的跟我的朋友、我的家人说，我喜欢的是女生。很棒啊，很勇敢。我跟大家说，其实出柜这件事情一点都不难，你真的是你自己觉得没什么，别人有什么好觉得有什么的。我其实蛮好奇，出柜之后有比较好吗？你自己有啊，就觉得生活比较快乐，而且朋友也都很支持，让我勇敢的做自己。对，行，真的恭喜。但是我要说，我们并没有说鼓励出柜或什么。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状态，就是自己可以、就是、自己的步调，对自己掌握自己的步调就好了。真的很谢谢大家，就是一路上的陪伴。很明显就看到最一开始的影片啊，要不是因为这次为了准备那个是非选择题什么的，对，我们根本就很久没有去看红牌了。对，看到有一些真的太久以前的我啊，都觉得不像我，我自己在原地有点尴尬。我刚刚那个结婚的影片，然后我默默在他旁边说好瘦。他说他已经把这影片封印了。那你知道我刚刚跟郭瑶说什么？你看那个奶好大。他说他自己，他叫我看他那时候奶很大。我说天哪，本人在旁边怎么会这样跟我说？但我还是有看啊，蛮大的。好怪哦，你叫他看的啊，就看了呀。那我觉得这影片也很呼应你们返校日耶，就是真的是从你们一路上到现在、啊、然后花花公主们都一起在身边、大家今天开心吗？他不会回答你。会他们会理我。以后也要继续支持我们的兔女郎哦，好不好哦？谢谢。